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 Blue Marine 的现场，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一篇我想要讲很多话，因为太美了。我们在的这个现场有米白色、象牙色，然后还有一些很复古的浅绿色，我觉得现场也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典雅。然后这一次的衣服，我相信很多亚洲的朋友们一定会觉得真的是很实穿，它不但是时尚，也是非常的实穿。然后刚刚看到了很多的花朵，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花朵真的运用得很好，很多浅色的衣服上，就是短袖啊或是短裤，要比较俏皮的设计上，但是有比较大的荷叶边，我相信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花朵那么难驾驭。然后还有一套，你看我讲不完，还有一套裸色的那个洋装，然后低胸的，然后上面就是 V 领的，然后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春天的花，很美。我很想要跟 Blue Marine 的公关当好朋友，真的很美，希望大家也看得愉快咯。 Hello， 我们在 Jimmy Choo 的现场，然后这里有很多他们春夏的新品，里面呢就是布置着很多的大自然的氛围，然后全部都是绿色，所以非常的 fresh， 一切就是觉得很浪漫、很梦幻。然后刚刚看了一些几个鞋子，我特别喜欢，应该也是他们蛮经典的款式，就是很多细跟的鞋，然后在后面有点像是裙摆那样的设计。因为我记得我在欲望城市看过 Carrie 穿那个，然后走的时候就觉得气势非凡，像女王一样，所以印象很深刻。然后刚刚也遇到了Jimmy Choo 的总裁，人非常的好，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时尚新生儿，其实我对这一切不是非常的熟悉，但他就花了一些时间跟我解释他们的品牌啊，好莱坞有哪些明星很喜欢啊，适合哪些人，然后他也预祝我会变成一个国际的 superstar， 人非常的好，所以 Jimmy Choo 大家好好欣赏吧。